大家好，我 Trisha， 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。每日邮报报道，受库基已经准备好令菲尔科顿在对伊朗的世界杯首战当中担任正选。英格兰前场有很多才华横日的球员，但是由于哈利卡尼和史达灵是深受受库基信任，基本锁定两个正选位置，因此进攻点上剩余的一个位置就需要由菲尔科顿、布卡约沙卡和曼智等人来到竞争了。今季菲尔科顿在曼城已经贡献了八球和三次助攻，这个的表现令到修夫基和他的教练团队留下了非常之深刻的印象。而每日邮报表示，英格兰内部认为，如果去年欧国杯决赛菲尔科顿是没有因伤缺阵的话，他们会更有机会击败意大利。菲尔科顿将在今届赛事当中扮演英格兰的重要角色，不过最终的正选阵容修夫基会等到星期日晚上再决定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